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就是准备了一些角色相关的一些小道具，可以让美眉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直播间里面可以感受到我们角色的一些魅力。那比如说我们的黄渤老师，你准备的衣服墨镜，不知道这个墨镜跟你在那个剧里面的，哇，这就是那副吧？就是那副吗？这好像就是导演们还蛮厉害的。哇，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准备的道具稍微还原一下我们就剧里面的就经典的台词或者一小段？ 或者一句话啊，这个杂念没了，就什么都有了。哇哦，这个这身怎么看着这多少有点不太正经？哈哈哈哈哈！略显不太真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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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然后那我这个主要拿的应该就是。 陈硕练习时候用得到的一些，就是地板动作的头盔，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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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接下来请一博也帮我们在现场还原一下我们电影里面的一些台词吧。好，放音乐吧，放音乐。放音乐吧，就是放音乐吧，就开始要跳舞了。我以为说放音乐，接下来要干嘛？这一句词儿就是全国街舞大赛，也就是我们说的热烈最后二十分钟到底怎么了？是那一场比赛就放音乐吧。陈硕说的话，而且呢，大家印象也很深。而且其实，在剧本。 写作阶段那句话还不是这句话，就是他们两个要battle了，他跟那个电影当中的反派，他们两个要一v一的 battle，然后给陈硕写了一句话，后来呢，一博自己给改成放音乐嘛，是，就他回应了他的这个要单挑嘛，是，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场拍摄的实用的这个，嗯，这上面这都是磨的，这个其实很耐磨的材料，这上面都已经磨成这样了，然后包括旁边都已经划花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演员们都。 就是为了这部电影，其实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然后支持我们的中国电影。然后今天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也少不了有我们的电影票的福利。我相信美眉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上电影票之前啊，佳琪作为李佳琪直播间的你们的就是李老头，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红包口令，我们先给女生们发红包，等下用我们直播间的红包。 再去买我们俩的电影票，让大家看电影更划算，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先上第一波的口令红包，然后我在他们抢红包的过程中，我们来说一说电影票的具体玩法跟规则，好吗？那我们的口令红包的第一句口令是：所有女生们，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屏幕上把这句话打出来，我们的红包雨就掉下来，大家就可以开始抢红包了，好吗？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第一个红包口令是。 看热烈燃一下，然后所有女生们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屏幕上刷出这条口令，燃一下是夏天的夏，燃烧的燃，对，燃烧的燃，一下就是一二三四的一，然后王一博的一，夏天的夏，对，哦，看热烈燃一下，把这句话打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就有红包会下下来喽，好不好？辛苦大家，然后大家应该已经在抢红包了，那佳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关于我们电影热烈的。 观影资格券如何购买？我们只需要花到0.1元就可以拍到一张我们电影热烈19.8的观影资格券。什么意思呢？你只要今天晚上下单成功，手机号码跟你们的淘票票的手机号码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可以通过1毛钱，然后购到40元以下我们只需要1.9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烈。如果40元以上的电影平台跟场次，那我们就。 所有女生们很简单，补个差价就可以看热烈了，好不好？所以刚黄渤老师说要去超大屏看，超大屏上，我们去超大屏看那个 IMAX， 那就是补个差价就可以看超大屏，对，那其实就是1毛钱，我们是19.8，哇！如果我们是40元以内，我们就只需要花19.8就可以买到。 40元以内的电影场次的热烈，如果我们是看，比如说超大屏或者他们的电影院是比较高端的，我们就补差价。哇啊，非常简单，好不好？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4万份加1.1万份，一共是1.5万份，一共是5.5万份的电影票。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哦，在直播间购买领取，我们只在23年8月5号前，大家一定要兑换。但是我们今天晚上买了就可以兑换。 明天就可以去，后天就可以去，大后天就可以去。然后我们的电影截止是8月6号晚12点，好不好？辛苦大家。然后我们可以往下滑，详细页面会有更详细的购票使用的一个规则。然后8月5号12点，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兑换你的场次就行喽。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老师。
那三位老师可以用李佳琦直播间的风格跟大家上链接，太棒了！你们来上链接啊，就是让大家看一看你们上链接的状态。佳琦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这心里面我就在想，负责操他，真的，你就是直播界的陈数，没，真的。一直努力，现在人家这么成功，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是，来，那现在大鹏老师，好，你今天是主播，我们是你的助播，你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所有男生，这个夏天看电影热烈兑换券马上给大家。那大家准备好手速哦，3、2、1，上链接。来吧，我们上链接了，辛苦大家。老师可以看啊，我们的链接就弹到这儿啊，我们就通过这个链接购买。然后底下输入正确手机号码啊，所有女生们一定要输入正确手机号码，我们马上开链接。这一下就几万份了？马上，应该他们还在输手机号码啊、哦，因为我们已经开链接，刚刚开链接、哦，他们现在应该还在输手机号码。哦，对，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这些我真的看有一些人是厉害了，抢这个、那个现在只有100单，然后底下可以看一下。没有了，全部。多少？全部，现在4.5没了是吧？好，4.5卖了45000份。45000份就，您可以看一下，现在已经40000份了，刚刚是100。哦，这个手，我的天哪，压力给到他，不，简直就是压力给到导演。最后10000份，所有女生们，最后10000份，好不好？刚刚我们加了45000份，最后10000份，希望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拉上你们的亲戚朋友们一起去我们的电影院，支持我们的中国电影，支持我们的热烈，来吧！最后10000份，所有女神，3、2、1，上链接，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多多的刷新我们的直播间啊、哦！如果没有票了，我们就，看导演还能不能拿出一些了。这个我估计导演已经是这个，再拿出50万，我觉得这玩意儿给卖得掉啊，是真的。再拿出50万张，应该也可以卖。如果是500万呢？如果500万，片方就不让我回去了。你可能要一直在这播到晚上凌晨了。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是啊，好、啊，我们已经加好货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赶快去拍啊、哦，又没了。好的，那我们的所有的票今天晚上就卖完了啊，对，已经5万加了，对，应该已经差不多卖完了。我的天哪！然后大家要赶快去兑换，8月5号之前12点一定要兑换好场次，要不然我们这个就是作废，作废我们的0.1元也会退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哦。好的，那最后我觉得请到三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就是让三位老师用一句话来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电影热烈吧。导演先来，适合全家人观看，孩子看完了更爱学习，然后每个人看完了都特别开心，很励志。这个夏天大家要热爱生活呀！卖完了，我们压力不那么大了，可以稍微收紧一点。人家就说一句话啊，这个电影呢，必须要去电影看的电影院看的原因，是因为这样才会感受到那份热烈，可以跟大家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愉快、一起迸发。这是一个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不看真的会后悔。好，黄渤老师都说了，不看会后悔，那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多多支持。那一博呢？一定要看超大屏。可以，我觉得今天这句话值了，一定要看超大屏，在我们直播间买了只有5差价啊，大家真的可以选择超大屏看一下。好的，那我们就预祝我们的电影热烈票房大卖，谢谢大鹏老师，谢谢黄渤老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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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啊、哦、对对、哦、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湖南岳阳的一些特色，太好了，谢谢谢谢，可以去下一个场的时候，谢谢路上吃，你瞧瞧，你瞧瞧，每一次都收获满满，谢谢、哎、呀，谢谢，然后还有我们的对大麦，哇，来。哦，祝大麦，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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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收获这么多，郭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谢。来，一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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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他们三位来直播间做客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旺旺来。